恭喜果冻姐姐杨晨曦怀孕了，她今天在社群发文开玩笑的说，真的受惊了，期待龙宝宝的到来。杨晨曦表示，这阵子心情像喜三温暖，不过既然是上天送来的礼物，那就顺其自然接受。其实她在9月时就传出已孕消息，今天也证实已经怀孕4个多月，也跟邱姓建商男友登记结婚了。事实上，她过去曾和大飞交往近10年，大飞还在2018年在纽约求婚成功，但后来两人在2021年宣告分手。今天大飞透过经纪人回应表示，真的恭喜他们，祝福他们。而目前人在澳洲的杨晨曦透露，回国后会分享更多好消息。公开喜讯后，网友们也纷纷刷一排恭喜。